Taiwan. Hello, Taiwan. Zen.瓦卡总统曾经对我说，台湾和诺鲁就像一家人，彼此相互的扶持，一路走向未来。我们的技术团更是每天跟诺鲁的朋友一起努力，创造出许多重要的合作成果。希望台湾跟诺鲁之间的友谊可以好上加好，越来越深。那么我们也欢迎未来所有更多的诺鲁的朋友可以到台湾来，更深入的认识台湾。在我和我的好朋友海尼总统阁下都是自己国家第一位女性领导人，我来形成了一个共识，促成更多关于性别平等议题的交流合作。我们并不渺小，我们能透过太平洋彼此连结，一起为世界做出更多的贡献。只要更多太平洋区域的伙伴能够携手积极地落实联合国的永续发展目标。访问帛琉、诺鲁跟马绍尔群岛三个国家，有一件事情让我感受最深，就是他们跟台湾一样都是小国家，但是有大志气。 Thank you President James. We seek peace, not hostility. This is my fundamental responsibility as president of the country. 海洋代表了广阔的世界，民主是我们最珍贵的价值，只要蔡英文做总统一天，我们绝对会坚守主权，台湾绝对不会接受一国两制。我对台湾有信心，也请大家对台湾有信心，继续为下一代的台湾人的未来来努力。大家好，谢谢大家的观看，喜欢吗？喜欢的话请订阅，并且分享给更多的朋友，那我们会释出更多的独家内容的影片，敬请期待。